四五，天天有意思，资讯盛宴，精彩饕餮，走进科学，一点就透，用理性与知识剖析生活疑点，人物双层解读，触摸时代精英的智慧光芒，经济观察，思维视角，全面剖析中国经济热点，华人纵横天下，四海生猛，看龙的传人如何成就非凡，畅游天下，五岳三山，完全实用型个性自助旅游手册，周一到周五日日营养不同， YTV 令你资讯口味彻底满足，一二三四五，天天有意思。